好，各位学员，大家好。我们现在讲的内容是第十章肿瘤啊，我是刘老师。这个内容呢，也是所有的专业呢，只要考主治啊，考外科主治都要考的内容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具体的试题。第一题，下列哪种不是致癌因子 ？A. 亚硝酸盐，它肯定是的。我们的消化系统肿瘤大多与它有关系。尤其是食管和胃癌，所以 A 呢肯定是的啊，是的。B 苯胺和 E 选项都是膀胱癌的危险因素。C 选项五羟色胺是一个炎症介质啊，尤其是呢和过敏有关，因此呢 C 选项是不正确的。D。三四苯并芘与肺癌关系重大，因此呢是正确的，所以答案呢选的是 C 选项。五羟色胺是一个炎症介质，它呢与这个肿瘤呢没什么关系，与炎症有关系。第二题，有关恶性肿瘤发展叙述错误的是，问的是错误的。A 呢，癌症是一种基因病。啊，一看就正确，并且呢，它是一种多基因的疾病，不是单基因，多基因的疾病。B 选项，多种因素引起的作用。C 呢，多阶段进行。D， 单个基因改变可引起恶性肿瘤。D 选项是错误的。如果是单个基因，就非常好治疗了。在上个世纪呢，就出来。癌症是可以攻克的，后来发现是个谎言。为什么呢？当时认为呢，癌症是个单基因的病，结果发现呢，它是个多基因，因此呢，癌症呢不太好治。一个重要原因呢，它是个多基因的一个突变，所以 D 选项呢是错误的。E 选项既有癌基因的改变，又有肿瘤抑制基因的改变 ，E 是正确的，啊，既有癌基因的。激活又有抑癌基因的失活，这答案呢是 D 选项。第三题，良性肿瘤的异型性主要表现在什么方面？我们知道呢，只要是肿瘤都有异型性，良性肿瘤异型性比较小，恶性肿瘤异型性比较大。什么叫异型性？异型性就是指呢，这个肿瘤细胞。与正常组织细胞的差异性，如果差异性很小，就异型性比较小。那差异比较大呢，异型性比较大。异型性呢是找不同点，不同点。良性肿瘤异型性比较小，尤其是呢细胞异型性是非常小的。因此呢，我们所讲的异型性，啊，主要指的是呢组织结构的异型性。答案是 B 选项，啊，答案是 B 选项。炎症肿瘤的异型性主要是组织结构的异型性，而不是细胞的异型性，所以答案呢应该选 B 选项。什么叫组织结构异型性呢？就是肿瘤细胞排列方式紊乱，可以这样去理解它。我们的 A、C、D、E 啊，尤其是 A、C、E 讲的呢主要是恶性肿瘤的异型性。啊，因为恶性肿瘤呢，既有组织异型性，有细胞异型性，尤其是细胞核的异型性更为重要一些。答案呢，选的是 B 选项。第四题，有关皮肤的基底细胞的叙述哪项是正确？皮肤基底细胞癌多见于老人，生长比较缓慢，恶性程度比较低，一般呢也很少发生转移，但是可以发生破溃。破溃，所以正确的是我们看 A 容易发生早期转移 ，A 就错了。B 呢，生长迅速错了，生长缓慢。C 选项恶性程度比较高错了，程度比较低。D 选项能迅速侵入深部组织错了，它一般呢，可以引起溃疡，但是呢，说迅速侵入深部组织是错误的。A、B、C、D 都错了，那只能选哪一个呀？
选 E 选项，啊，以上都错 ，A、B、C、D 呢全错了。它是一个中低度恶性肿瘤，发展缓慢，一般呢很少进行转移。但是有个突出特点呢，对放疗比较敏感，这一点呢也需要记住，它对放疗是比较敏感的。答案是 E 选项。我们看一下第五题，交界性肿瘤指什么？交界肿瘤的意思就是呢，它的性质介于良恶性之间，或者说呢，组织结构像良性肿瘤，生物学行为像恶性肿瘤，或者说看上去像良性，实际上是恶性的，这种肿瘤呢，从交界性肿瘤。因此呢，答案选的是 E 选项。啊 ，A 混合性肿瘤和交界性肿瘤是不一样的，啊，意思呢是不一样。混合性肿瘤，多种组织啊，多种组织，它的肿瘤呢混在一起，是不是 ？B 选项癌前病变，癌前病变不是肿瘤。C 选项是错的，既然恶性变就恶性了。D 选项。分化良好的恶性肿瘤，那仍然是恶性肿瘤，所以答案呢，只能选择是 E 选项。我们看一下第六题，哪种肿瘤是恶性肿瘤 ？A 选项畸胎瘤，畸胎瘤半对，为什么呢？畸胎瘤既有良性的，又有恶性的，成熟的是良性肿瘤，不成熟的是恶性肿瘤，因此 A 呢，半对。B 选项错构瘤，错构瘤就不是肿瘤，因此呢 ，B 选项是错误的。C 选项精原细胞瘤，它来源于呢我们的这个生殖胚胎系统，精原细胞瘤它是一个恶性肿瘤，并且高度恶性，对放疗呢高度敏感，因此 C 呢是正确的。D 选项多行性腺瘤良性 ，E 良性，因此呢。答案选的是 C 选项 ，A 选项呢，既有良性的，也有恶性的，因此 A 选项也不能选，答案呢是 C。第七题，有关肿瘤与年龄的关系，叙述错误的是论的是不正确。A， 老年人肿瘤发展速度较慢，哎，这个很好理解，啊，肿瘤呢在老人身上得。一般呢代谢比较慢，肿瘤发展速度就比较慢。 B 呢，肿瘤特点与病人年龄有一定关系，这个很好理解，啊，良性肿瘤生长慢，恶性肿瘤生长快，一般年龄越小肿瘤生长速度一般越快，年龄小的患者呢代谢旺盛，肿瘤呢长得比较快，而老人呢会比较慢，因此 B 是正确的。 C，儿童肿瘤多为软组织及淋巴造血系统肉瘤，肉瘤大多是青少年多见，儿童多见的是白血病，所以说 C 选项呢，就不准确。D 选项，青少年肿瘤发展快 ，E 选项癌中年以上没问题，所以答案呢错的是 C， 儿童大多是胚胎型肿瘤或白血病。青少年是肉瘤多见，大家要记清楚。只要讲白血病，儿童多见；只要讲胚胎性肿瘤，儿童多见。所以答案呢，选的是 C 选项。第八题，骨巨细胞瘤的典型 X 线特征是什么？骨巨细胞瘤就是一个典型的交界性肿瘤，啊，骨巨细胞瘤是典型的交界性肿瘤。这是第一个考点。第二个特点呢，骨巨细胞瘤的突出表现就是影像学呈现一个肥皂泡样的一个破坏，所以说考试每每考到这个病，大家呢要锁定两句话。第一句话呢，骨巨细胞瘤是交界性肿瘤。第二呢，它的特征性的表现就是 X 线呈现一个肥皂泡样的改变，我们呢要一定要记住它。另外我们知道呢，骨肉瘤呈现一个Cosmic三角和日光射线现象，
幽温肉瘤呢是葱皮现象，对不对呀？要分清楚，这三个呢容易混淆。骨巨小瘤、肥皂泡，我们的骨肉瘤、靠动脉三角和日光射线。幽温肉瘤呢是葱皮样现象，这个题呢选的是 A 选项，肥皂泡样改变啊，这个题呢要记住 A 选项是正确的。第九题，下列选项属于黑色素瘤特点的是什么？黑色素瘤前面可以加个恶性的二字啊，前面加不加都无所谓啊，前边呢加恶性就更准确，当然呢不加恶性它也是高度恶性的，加不加不影响大局。它既然是个高度恶性肿瘤，我们呢答案就只能选 A 或者 C 了。黑色素瘤就类似的我们通常所讲的黑白无常，是不是？只要看到黑白无常来了死了，是不是？黑无常白无常，黑黑色素瘤，白白血病，两个呢都是高度恶性的。既然高度恶性，那是手术还是放化疗为主呢？大家注意，黑色素瘤的治疗是以广泛切除为主，不是以放化疗为主，因此呢第九题应该选 C。 第九题容易误选为 E， 因为只要讲到高度恶性肿瘤，大家脑海中呢有个概念，高度恶性一般不做手术，在这儿呢是错误的。黑色素瘤啊，应该做广泛切除，防止复发啊，不是以放化疗为主的，因此这个题呢应该选的是 C 选项啊，这一点呢容易误选为一，大家高度注意一下。我们看第十题，卵巢囊形肿物切面可见有毛发，有皮脂液啊，有皮脂样物，镜下可以看到皮肤鳞状上皮，皮下有毛囊，有皮脂腺，另外可见支气管柱状上皮、纤维脂肪组织及少量甲状腺组织，此瘤可诊断为什么？通过题干这个描述呢，大家脑海中第一印象就是呢，这个肿瘤切开以后呢，特别像妖怪，什么成分都有，有毛发，有皮脂腺，有毛囊，有支气管柱状上皮，有纤维脂肪组织，有甲状腺组织等等。因此呢这个题呢应该考虑是畸胎瘤。畸胎瘤既有良性的也有恶性的。良性畸胎瘤分化成熟，因此呢这些物质呢都看得很清楚。而恶性畸胎瘤呢分化不成熟，而这些组织呢就分辨的不是很准确。而目前呢题干所示的内容呢是是讲得非常清楚的，所以答案呢应该选的是 B 选项啊，是良性畸胎瘤不是恶性的，因为恶性呢分化不成熟，结构不清晰，而良性呢分界清楚，所以答案呢应该选的是 B 选项，而不能选 A， 不能选 A。 A 和 B 的区别在于 A 分界不清楚，分化不好， B 呢看什么就有什么。第十一题，恶性肿瘤的主要特征是什么？我们看这五个选项 ABCDE， 尤其是 ABCD， 他讲的观点呢都是细胞生长比较快，但是呢恶性肿瘤的最大特点就是两个，一个生长方式是亲人生长的，第二个特点呢会发生转移。所以第十一题呢 ABCD 没有 E 更准确，因此选的是 E 选项。只要是分裂增殖旺盛的一般都能看到核分裂项，但是呢不一定有病理性核分裂项。病理性核分裂项一般讲的就是恶性肿瘤，只要看到病理性俩字，病理后边跟上核分裂项，一般讲的就是什么呀？恶性肿瘤。核分裂项一般呢不能代表就是恶性的。E 选项是准确答案啊，这个题呢记下 E 选项。第十二题，癌和肉瘤的区别
不同点主要在哪里？这是个简单试题。癌起源于上皮组织，肉瘤起源于间叶组织，这是呢最根本的区别啊，起源不一样。上皮就是面上，在面上，间叶呢就是里边，就是内啊内。我们的皮肤、鳞状上皮、皮下组织、脂肪、骨头，这些呢都是间叶组织，因此呢，我们应该能够理解答案选择是 E 选项。第13题，交界性肿瘤的概念啊，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。这个题问的问题是属于交界性肿瘤的是哪些？A. 未泌素瘤，未泌素瘤呢，它是个良性肿瘤，因此不是。B 选项，肾上腺髓质肿瘤，它是个良性肿瘤或者恶性肿瘤。髓质肿瘤既可良性又可恶性，当然呢，它并不是交界性肿瘤。髓质肿瘤大多是良性，也可能是恶性。良性叫腺瘤，良性叫瘤，恶性叫癌，它不是交界性肿瘤。但是呢，它可以出现恶性高血压，是不是啊？所以 B 呢也不能入选。C 选项，唾液腺混合瘤属于交界性肿瘤。D 选项，良性肿瘤造成颅内压升高，它可以叫什么呢？良性肿瘤恶性行为。D 选项呢，也不是交界性肿瘤，E 选项也是个良性肿瘤，因此呢，答案选的是 C 选项。我们刚才讲到了骨巨细胞瘤啊，骨巨细胞瘤它也是个交界性肿瘤。除此以外呢，还有包膜不完整的纤维瘤、黏膜乳头状瘤，还有纤纤混合瘤，代表就是唾液腺混合瘤。这些呢都属于交界性肿瘤。我们看一下第14题，恶性肿瘤发生淋巴的转移最多见为什么？我们知道呢，淋巴道转移大多数情况下是由近到远的，由近到远也就是先做局部淋巴结转移，再发生远处转移。所以说呢，转移途径里边，最多见的，首先考虑呢局部或者区域淋巴结转移，所以答案呢应该是 C 选项。啊，这个题呢不要误选其他选项，答案是 C。区域淋巴结其实就是就近淋巴结，是不是啊？就近淋巴结，比如说胃癌，转移呢最常见淋巴转移，先在胃周边发生转移，到后期呢会发生远处转移，比如说到晚期胃癌呢，会出现左侧锁骨上窝淋巴结转移，这答案呢应该选 C 选项。问最多见选 C，其实呢 A、B、D、E 都可以，但是呢 C 最多见。我们讲的乳腺癌腋窝淋巴结转移，它就是个区域淋巴结转移。OK，我们看呢第15题。来自三个皮层的各种类型的组织混杂在一起的肿瘤多见于什么组织？有三个皮层各种类型组织混杂在一起的肿瘤，我们通过这个话呢，就知道呢，那有多个皮层的，最终呢会发育成不同的组织，比如说发育为牙齿、骨骼、皮毛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这些东西呢，它应该是一个畸胎瘤。畸胎瘤，男性多见于睾丸，女性多见于卵巢，所以刚才那个题目呢，就是卵巢的一个畸胎瘤，因此这个题呢，答案应该选的是 A 选项。大家可能会误解，畸胎瘤一定是女人，错了，男人卵巢多见，女人啊，男人呢睾丸多见，女人呢卵巢多见，刚才呢说反了，OK。答案呢，选择是 A 选项。不要误认为畸胎瘤只见于女性，错了，男性也可以。16题，空腔脏器肿瘤所致的疼痛其性质是什么？
这个题呢就比较简单。我们知道呢，空腔脏器梗阻突出表现脚痛、胆绞痛、肾绞痛、肠绞痛，对不对呀？同样道理呢，肿瘤它会同样引起空腔脏器梗阻，疼痛性质呢往往是以绞痛啊、绞痛为突出表现。答案呢是 D 选项，其他选项不是说就一点没有可能性，有可能，但是呢最常见绞痛，绞痛啊，答案呢是 D 选项啊，与痉挛有关。第十七题，肿瘤的一级预防包含什么？一级预防我们都知道就是病因预防，而肿瘤病因大多不清楚，因此呢一级预防啊做的并不是特别好。肿瘤预防目前最重要二级预防啊，二级预防最重要的预防目前呢是放在二级预防里。二级预防呢是早发现、早诊断、早治疗。一级预防是病因预防，我们看了这五个选项 ：A 不良习惯，不良习惯应该是病因，一级预防 ；B 早筛查是早发现，体检早发现 ；D 早发现 ；E 呢切除，早发现、早诊断、早治疗。因此呢 ，B、C、D、E 都是二级预防。因此呢，答案选的是 A 选项。一级预防主要是降低发病率，二级预防呢降低死亡率，死亡率是不是啊？一级是不让得病，二级呢是别让死掉了，别让死掉了。这答案呢选的是 A 选项。我们看一下第十八题，诊断转移性肿瘤主要依据是什么？比如说肺癌脑转移、肺癌骨转移，确切依据在于呢，如果肺癌脑转移呢在脑组织里边找到了肺癌的影子，意思就是呢在远隔部位找到了与原发肿瘤相同的肿瘤，这个呢我们诊断为转移瘤，性质呢必须是相同的，是不是啊？我们看 ABCD ABCD 只告诉我们呢癌细胞进到血管中去了，并不能代表一定会转移。比如说呢小偷在你们家门口呢晃了一圈，第二天呢你们家的东西丢掉了，刚才这个所谓的小偷呢最多是嫌疑犯，绝对不能呢定性。假设呢他偷东西过程中被你抓到了，这个时候呢可以诊断，所以答案呢应该是 E 选项。E 选项呢是个准确的解释， ABCD 只能说俩字，可疑啊，可疑。ABCD 是可疑人员，可疑。十九题，判断高分化肿瘤的标准哪个是正确的？首先要理解什么叫高分化肿瘤。高分化意思就是低度恶性，分化是找相似程度的，分化找相同。我们呢以前都玩过游戏，名字叫什么呢？叫连连看，是不是啊？连连看呢就是找相同的，分化就类似连连看，分化和异型性正好相反，异型性是找不同啊，找不同，异型性找不同，分化找相同。因此高分化标准呢就是相同点特别多，通过这五个选项呢应该考虑哪一个答案呢？应该考虑的是异选项。高分化意思就是相似程度比较大，记性消失低分化，巢状生长一般来讲呢
和分化的关系并不是很大。C 选项异行性大，低分化。D 选项呢，结节状生长和分化的关系不是很大，所以答案呢是 E 选项。大家呢牢牢记住一点，分化找相同，相同点越多，证明呢它是个低度恶性的。如果是低分化或者未分化呢，证明是高度恶性的。我们看这个图也能够理解。假设呢这两个人比较就非常像，如果呢这个猴子和人相比呢，差别就特别大，是不是？因此呢，猴子和人相比，异行性就比较明显，是不是？可以这样去理解。我们看下第二十题，目前唯一能反映肿瘤代谢状况、有对定性诊断的影像学方法是什么？既然是定性诊断，定性诊断不能是这些 B 超啊、CT 这些，因为这些呢，它都是定位诊断。目前能够反映肿瘤代谢状况的、有助于定性诊断的检查呢，应该是 A 选项，远红外线热像检查。它通过呢肿瘤局部的代谢及血供的增减来判定呢这个代谢状况，从而判定肿瘤的性质和代谢状况。放映核素显影呢也不可以知道这一点，答案呢应该选的是 A 选项。我们看第21题，复查原发性肝癌的方法中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是什么？谈复查，我们看呢这几个选项。谈复查，只要想这个方法要简单、要实用、要便宜，是不是？因此呢 ，CT、核磁、核素扫描太贵不实用。答案就是 B 和 C 了。谈到普查的应该是选 AFP， 这个题呢容易误选为 B 超，误选为 B 超，大家注意这一点。AFP 是原发性肝癌特异性的血清标志物，特异性标志物。这个指标啊，如果说比较高，我们要首先怀疑呢就是原发性肝癌。这个题呢选的是 B 选项。第22题，通过 AFP 诊断肝癌的标准是什么？一般呢，通过这个指标呢有两种方法。第一是 AFP 大于了400个纳克每毫升，连续4个星期。或者呢，就这个指标大于了200个毫克，超过8周。如果是4周，400纳克每毫升。如果是8周，200个纳克每毫升，你会发现呢，44×16，28×16，是不是？都是16，都是16，成立结果都是16，是不是？你可以这样去记，44×16，28×16，因此答案选的是 C 选项。这个题呢，你要记住它，选 C。23题，怀疑肿瘤骨转移，哪个方法比较好？我们只要谈到呢一个肿瘤骨转移了，问你哪个方法最好，你就想到呢一个方法，名字叫放射核素骨扫描啊，放射核素骨扫描。答案呢是 C 选项，其他选项不是不可以，问的是最好，那骨扫描当然呢准确率最高，有助于早期的诊断，因此呢选的是 C 选项。我们看一下第24题，对放疗高度敏感的肿瘤是什么肿瘤？对放疗高度敏感，我们看 A 和 B，A 是鳞癌 ，B 鼻咽癌也是鳞癌多见，因此这个题呢 ，A 和 B 同类 ，A、B 都不选 ，A、B 都是中度敏感的 ，A、B 都是中度敏感 ，C 和 D， 乳癌和卧巢腺癌呢，一般呢敏感性就比较差了，很少考虑放疗。答案呢应该是 E 选项，大家要记一下。我们的淋巴造血系统的肿瘤
多发性骨髓瘤、性腺肿瘤、肾母细胞瘤和精原细胞瘤这几个呢，对放疗高等的，尤其喜欢考有三个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多发性骨髓瘤；第二个呢，就是肾母细胞瘤；第三个呢，精原细胞瘤。这三个呢，比较常考。鳞癌对放疗中等敏感，腺癌、骨肉瘤呢不敏感，所以说呢，腺癌和骨肉瘤呢很少采用放疗，鳞癌呢一般可以考虑，高度敏感的一般都是首选治疗方法。答案呢选的是 E 选项。我们看第25题，精原细胞瘤对什么治疗比较敏感？我们刚刚说过，精原细胞瘤。多发性骨髓瘤，还有呢，肾母细胞瘤，还有淋巴造血这种肿瘤呢，对放疗是最敏感的。因此呢，这个题呢，答案选的是 C 选项。刚说过，是不是？淋巴造血的、多发性骨髓瘤的、性腺肿瘤的、肾母细胞瘤的、精原细胞瘤的，是不是？精原细胞瘤，一般呢多见于睾丸肿瘤，精原细胞瘤呢多见于睾丸。睾丸，这个题呢，答案是 C 选项。26题，雌激素受体阳性的乳癌患者，根治术后最长的激素治疗是什么？他讲了雌激素的阳性，就说明呢，他的发病与雌激素有关。那反过来讲呢，我要治疗这个病呢，我就可以考虑呢。对抗雌激素，对抗雌激素。这个题呢，大家看看，A 是泊尼松，是糖皮的激素，与雌激素没关系。C 选项，卵巢切除，它是个手术去势，而和激素没有关系，是不是啊？问的是激素治疗。B 选项是孕激素，而问的是雌激素阳性，因此 B 错了。E 选项呢？是睾酮，是雄激素，因此是错误的。答案呢，D 选项，三苯雅胺。为什么呢？三苯雅胺又名他莫西芬，它是拮抗雌激素的。而这个病呢，与雌激素有关，我对抗雌激素，那就可以治疗这样一个疾病。这是一个常识性内容。男人如果得了前腺癌，我们可以考虑呢，用雄激素拮抗剂，或者通过呢切除睾丸呢来治疗前腺癌。同样呢，女性可以考虑切除卵巢，可以口服呢三苯雅胺来减少雌激素或者对抗雌激素。而目前呢是激素治疗，你只能选 D 选项，三苯雅胺又名他莫西芬，他莫西芬。27题，女性57岁，做鼻翼发现呢皮肤破损18个月，面积逐渐增大，反复出现破溃，就诊时检查病损在做鼻翼约1厘米乘1厘米大小，略高于皮肤，中间表浅溃疡，有包层黑褐色假皮覆盖，腮腺区和颌下位及重大淋巴结。问你呢，最可能诊断是什么？就这个病人呢，有一个做鼻翼有1年半的一个皮肤破损，病变发展很缓慢，并且呢，这个腮腺区和颌下位及淋巴结，说明呢并没有发生转移。而我们看这几个选项。C 和 D 是智或者 U 啊，和题干不符。B 选项恶性黑色素瘤是高度恶性的而这个病人呢发展缓慢，并且没有淋巴肿大，你题干不符。E 选项鳞状细胞癌，鳞状细胞癌。我们看呢和 A 基底细胞癌相比，最可能的疾病呢应该是 A 选项。基底细胞癌，
因为鳞状细胞癌呢，鳞状细胞癌它呢一年多以后其实也可以发生转移，而目前呢特点是破溃，基底细胞癌突出表现就是出现溃疡，出现溃疡，就这个呢是它的特异性表现。看到皮肤破损的、生长缓慢的、淋巴结不转移的，首先考虑的就是基底细胞癌，答案呢选的是 A 选项。第28题，母医师对怀疑结直肠啊结肠癌患者做结肠镜检查，检查中应该特别注意穿孔的发生，以哪个部位穿孔最容易发生？我们都知道呢，结肠镜从肛门进去做，哪个地方会穿孔呢？一定是哪个部位呢？弯曲度最大的。我们知道呢，从肛门进去以后呢是直肠，直肠以后乙状结肠，乙状结肠呢弯曲度比较高，再往上走降结肠，所以说呢容易出现穿孔的。意思就在这儿呢，这个结肠镜检查在这个位置呢不好进，不好进的情况下就容易发生损伤。就类似呢插胃管，插胃管呢在插入15分左右的时候啊需要主吞咽动作，因为那个胃比较狭窄，是不是？如果进不去，就很可能造成呢那个部位的一个损伤。所以答案呢应该选的是 A 选项啊，乙状结肠和结肠交界处，肠道迂曲，角度变窄，并且呢这个比较游离，活动性比较大啊，所以说呢容易发生穿孔，意味着这个部位呢就是结肠镜不好进去，结肠镜不好进去。第29题，女性患者57岁，啊，左侧乳房外上象限有一肿块，直径呢3×2.5大小，同侧腋窝突起淋巴结，直硬淋巴结，全状况好，为确诊性质应该如何处理？这个题干描述呢，基本定性为乳腺癌，因为呢有肿块，腋窝淋巴结肿大。性质确定呢，当然考病理学了 ，CDE 都是影像学，应该呢排除掉。A 和 B，A 是切取活检 ，B 是切除活检。切取是取一部分，切除呢连末端。而该患者已经出现同侧腋窝淋巴结肿大，应该呢最好是切除活检，而不是切取活检。因此答案呢选的是 B 选项，选 B。 我们看一下第30题，男性患者60岁，直肠癌，术中探查直肠巨大肿物与盆壁明显固定，肠腔可容纳一小手指头，术后多发性淋肿大淋巴结，左肝外叶啊硬结，选用各种手术方式合适？这个患者呢，这个肿瘤非常大，与盆腔壁固定，并且腹膜后多发淋巴结，并且肝脏转移。因此该患者是不可能做根治手术的，不可能根治，只能做姑息手术。因此呢，答案选的是 E 选项，姑息手术，就是呢肠管姑息手术解除梗阻，并且做一个左肝叶切除手术，因为它比较靠边。假设这个转移灶呢是弥漫性分布的，肝脏手术呢也不用做了，是不是？目前可以做，因为它比较靠边。答案呢是 E 选项。31题，男性患者30岁，因咳嗽、痰中带血1个月入院，胸贴检查反 S 征，证实呢中央型小细胞肺癌，治疗优先考虑什么？这个题呢就告诉我们，小细胞肺癌首选什么检查啊？首选什么治疗？肺癌可以分为两大类，第一类呢非小细胞癌，鳞癌腺癌为主；第二类呢小细胞癌。
治疗呢有重大差别，非小细胞癌以手术为主，小细胞癌以化疗、放疗为主，尤其是化疗，因为呢小细胞癌对化疗是比较敏感的。因此这个题呢，答案应该选的是 D 选项。这个题呢，容易误选为 A，容易误选为 C。小细胞肺癌一般不做手术，因为它高度恶性，已经转移了。一般化疗效果好于放疗，因此呢，选 D 而不选 C。32题，54岁女性因乳腺癌决定行放疗加手术综合治疗，放疗中出现了骨髓抑制表现，手是否考虑停止放疗？参考什么指标？这个题呢，就考得非常临床。在临床上呢，如果出现了骨髓抑制不管是放疗还是化疗，只要看到骨髓抑制的4个字，只要想呢，该停止了。具体停不停，看检查结果。如果说我的白细胞低于3000，血小板低于呢这个8万，一般呢叫停止放疗或者化疗。骨髓抑制表现就是血象中的白细胞低、血小板低，白细胞低于3000，血小板低于8万，就要停止化疗或者放疗。这个题呢是放疗，是不是？这个题答案呢选的是 A 选项。我们看一下呢，33题是个 B 型题。第一问，胃癌的转移，盆腔转移是什么途径？胃癌在上腹部，如果发生盆腔转移，什么原因造成的？大家想一想，一个在上腹部，一个在盆腔，距离很远。这种转移呢，最可能就是 E 选项，种植性转移。代表例子。就是呢，我们的胃癌的粘液腺癌出现卵巢的种植转移，叫库克恩伯格瘤，女性多见。第二问，前列腺癌的骨盆转移是什么？我们知道呢，我们的前列腺癌、我们的乳癌、甲状腺癌容易发生骨转移，其中原因呢，就在于呢。这些肿瘤可以发生椎旁静脉系统的转移，这个第二问是比较难的。第二问呢，容易错选为血型转移。第二问呢，选的是 D，我们的前列腺癌、乳腺癌和甲状腺癌容易通过椎旁静脉系统转移，哪里去？骨盆，记住啊，记住。所以这个题呢。答案分别是 E、D 这个题呢，第二问要好好的看一看。再说一遍，乳腺癌、甲状腺癌和前列腺癌容易发生椎旁静脉系统转移，部位呢，骨盆或者呢脊柱这些扁骨。34题，它是一个的B 型题，我们看呢有3个问。第一问呢，家族性息肉病。的息肉属于什么息肉？家族性息肉病几乎等于肿瘤，因为呢恶变率非常高，因此我们把家族性息肉病可以叫做肿瘤性息肉，肿瘤性息肉选 C。第二问呢，黑斑息肉病小孩多见，它是一种。错构瘤性的息肉，第二问呢选的是 D 选项。第三问呢，溃疡结肠炎的息肉，简称溃结，它是个肠道的慢性炎症，因此呢，它的息肉呢应该是炎性息肉。答案呢分别是 C、D 和 E。C、D 和 E。其实第三问。增生性息肉也可以，炎性息肉其实就是增生，但是呢，C
E 选项更好，因为呢，它讲了溃疡性结肠炎是个炎症，炎症呢炎症息肉，但是 A 选项呢，也不能说就错了，因为炎性增生嘛，对不对？35题，我们看呢，都是一些检查 ，A 呢是超声波检查，属于什么检查？超声波检查，我们都知道呢，孕妇也可以用，因为它无创。跟切入性是不是啊？因此第一问呢就很简单，选 E。 第二问呢，脱落细胞检查可发现什么？我们的胃肠道肿瘤、膀胱肿瘤，由于呢它是空腔脏器肿瘤，我们可以呢通过脱落细胞学检查，包括了肺癌、支气管肺癌，是不是啊？因此呢，答案应该是哪一个呢？哎 ，D。脱落细胞检查可以发现呢，早期食管癌，这是我们国家一个经典的一个方法，叫食管拉网实验。脱落细胞学检查，我们国家首创的。第三问呢，甲胎蛋白定量可判定什么？大家看这个第三个题呢，英文缩写是 AFP，AFP 是看什么呢？看肝癌的，因此选 B。答案呢，分别是 E、D。B 啊 ，E、D 和 B。36题啊，它是共用题干题啊 ，B 型题。我们看呢五个选项 ，A 选项解释一下 ，A 选项是呢 EB 病毒的抗体，就这个病毒 EB 病毒的抗体 ，EB 病毒抗体。我们看第一问，恶性淋巴瘤增高常常见于什么？恶性淋巴瘤常常增高的一个指标呢是乳酸脱氢酶，乳酸脱氢酶。因此我们第一问呢应该选 E。 鼻咽癌刚说过 EB 病毒抗体英文缩写就是呢 VCA-ITA， 答案呢是 A 选项。我们看一下第三问结肠癌增高的是谁？我们看呢，结肠癌找那个 CA-IP 抗原，答案呢是 D 选项。骨肉瘤增高的是碱性磷酸酶，选 C。畸胎瘤增高的是甲胎蛋白，你可能会懵。我们讲 B 选项。AFP 增高首先考虑的就是肝癌，但是呢我们的胚胎型肿瘤同样会出现还升高，所以说呢第五题容易误选其他项目。第五题畸胎瘤增高的也是甲胎蛋白，大家记住啊，这个呢可能会选错，会选错畸胎瘤。因此呢答案是分别是 DCD DCB， 就是关于呢第36题。我们看一下第37题，五个选项都是肿瘤。A 第一问，首选化疗肿瘤是哪一个？乳腺癌选手术，肾母细胞瘤选放疗，恶性葡萄胎。选什么？恶性葡萄胎呢？和这个溶癌一样，都首选的是化疗。D 选项，慢性粒细胞白血病，它呢目前首选的方法呢是分子靶向治疗。原来呢选化疗，现在选分子靶向治疗。非小细胞癌选手术，哎，小细胞癌选化疗，非小细胞癌选手术。我们看第一问，首选化疗的是谁？选 C。 第二问，首选伊马替尼的是什么？伊马替尼它是个分子靶向药物，目前呢是慢粒的首选药物，答案呢是 D 选项。第三问呢，对放疗高度敏感的是肾母细胞瘤，答案呢是 D 选项。 A 和 E
首选手术。好，这个的内容呢就说完了啊，我们来开始解析。恶性葡萄苔和溶癌选化疗，慢粒选伊马替尼，它这个分子靶向治疗。乳腺癌和非小细胞癌选手术，肾母细胞瘤选的是放疗，答案分别是 CDD。 好，这章呢内容就讲完了，这章内容涉及面非常广泛啊，内容呢也很多，比较重要，大家呢要学好它。好，今天课就结束，我们呢下次再见。